我们以前只是普通人，一般人。我们来台湾学中文，我们每天在正大的怀中心很认真地学习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的生活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了。你说哪里不一样呢？我们现在是大明星，我知道你现在应该在想，哇，你们是怎么变成大明星的？你们怎么变成大明星？这是我们的故事。不矫情。怎么你上面下着坏了我的原则？为你赢着独家痴情的角色，你的快乐全都是我的对策，越让你没辙，越要你解释我的独特。你想学冲浪，陪你晒成汤，还没说要上，绝对不想买单。想热闹晚餐，这是什么？在秀 Springtime Show。 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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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。喂，嘿，卡佳，卡佳，你看过那个彩衣秀海报吗？我看过，你要跟我一起参加吗？当然，要不然我们以后会后悔。咱的活动我们不需要三思而后行，对吧？一定要参加。好好，那我们的剧本呢？我们要躲起来写，我们不要别人发现我们要做什么表演，因为竞争很激烈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准备。我们一定会得第一名。我们一起加油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写一个爱情故事，很浪漫的故事。我知道，在我们的故事里，我爱上了一个好漂亮的一个台湾女生，然后我们变成男女朋友，一年之后我们结婚，有7个孩子，哇，很幸福。不爱你 baby， 说你也爱我，好啦，你很聪明是不是？我很认真的想，而你一句话你都不说。你说你有更好的主意吗？我生气了，看不出来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只要我们不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什么都可以。你再想想别的故事吧。好啊，我知道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影片，让大家了解我们在台湾的生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很无聊。对啊，这个那个故事没有 drama， 我真的很聪明，所以我知道全校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喜欢看
drama， 听到了没有 ？drama drama 是不是 ？drama drama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在台湾的生活每天差不多一样嘛。我起床，啊、然后坐公车，我去学校，我去 7-Eleven， 去 7-Eleven。7-Eleven， 在 7-Eleven 你可以买超便宜的东西，我很喜欢你 7-Eleven。 欢迎光临。然后来到那的花语中心，你，对啊，你在教一个能好好学习中文的那个地方吗？政治大学的话语中心一定是最好的地方，办公室的人、老师、学生都好，我们要你。少废话，做广告，这是你好主意吗？我们所谓的好主意在哪里啊？好啦，其实我本来要跟你说，我们打不了，我们不得第一名，第二名也不错嘛。可是我想清楚了，我们也可以得第一名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给我赞好不好 ？Vote， 对呀、啊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说不过你，我们做广告，然后呢？然后。然后，其实我不记得我们的剧本有什么故事，可是这不是重点。对啊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把影片放在 YouTube 上，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他看到我们，他觉得我们很棒，很厉害。真的，真的很厉害。所以他找我们拍电影、做广告、唱歌。我们有了一生都用不完的钱，所以我们常常捐钱做慈善工作。我叫阮颂，我叫卡佳，我们变成大明星，一炮。